这就是我们的宗教。你有话筒，不公平。我代表一款年轻的三人合唱团。可是，在那几首歌之前，我代表一款是听不到你的声音。都有看到那个我准备的袋子里面应该会有那个小饼干。我叫你快找你，我换吧。但是其实那个饼干里面有玄机。啥呀？哦，这什么一个球？搜集到的一个禁欲。我等一下。你干嘛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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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爱情还不能永远。